后勤联联盟副委员长金德同志，尊敬的中国驻朝使馆冠军兵女士代表，各位朋友同志，大家早上好。今天我非常高兴地出席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一道浴血奋战，在朝鲜这块光荣的土地上谱写出了光辉的诗篇。事业的需求与广大残疾人的迫切希望还存在很大。这个做体系是吧？对，咱们我们是政府采购，我们是都是西门子公司的企业，非常高兴能够为进行我们的骨干分支单位和业务单位，那么这些。